你在干嘛？在跟芝麻玩啊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刚不小心把你的车子 A 到了，不小心撞到了那个是中岛嘛，就是车子跟车子中间的那个中岛，然后转弯的时候。这么严重？还好，你什么意思？然后所以那个右边的那个下巴有一点点撞到凹下去了。哇。然后没事，然后我人没有怎样，然后那个我其实现在已经在那个维修厂了，预估可能要3-4天才会好。到了，真的假的？你帮我换车是不是？对，我帮你换车了，换特斯拉了。我车怎么变成颜色啊？带他来包膜了。我天哪！哎呦，这特斯拉，我们后推一点。没错，今天就是由我自己本人一个人开车。我今天来讲一下我今天的秘密计划，我要把我老公的车开出来，然后呢，偷偷的把车子带去包膜，到底会不会成功？到底会不会发现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就要来先选色，对不对？对，绿色就有这么多的。哇，但这些应该太多鲜艳的，就是略过，低调一点的。这个可以先 hold 着，好，这个比较军绿色的感觉，可能这个吧，这个比较低调一点，对，可以放上去，对，可以啊，想象一下这个感觉，这是什么皮？这个是改色膜，比较薄一点点。通常如果像这样包膜的话，大概要花多久的时间？建议留车最少要留4天，要给我们时间施工完以后，让膜料晒太阳收缩一下，这样再开出去会比较安全一点。所以如果我要配我老公的话，4天的修车的话，车子大概会撞成什么样子？大概有烤漆就需要留比较长了。好，对。所以我等下就跟他讲说，可能就是撞个下巴有一点点那个坏掉了，比较不会那么紧张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然后他要看影像的话，就说没有影像，就已经进去了。对，就是我都处理好了。好的。我要打电话给他了，我又不知道我要怎么跟他讲，要很紧张的感觉。对，我要打电话给我老公。Oh my god， 我试试看。会不会在照顾芝麻？喂，啾啾，老婆怎么啦？你在干嘛？在跟芝麻玩呢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不小心把你的车子 A 到了，不小心撞到了那个是中岛嘛，就是车子跟车子中间的那个中岛，然后转弯的时候。严重？还好，你什么意思？然后所以那个右边的那个下巴有一点点撞到凹下去了。哇。然后没事，然后我人没有怎样，然后那个我其实现在已经在那个维修厂了，预估可能要3-4天才会好，没有很大的撞击。我等一下直接过去好了。没关系，我已经在维修厂了。哎，李林打给我了，我等一下打给你。好。好，你等一下再拍个照片给我看一下。好，拜拜，就先这样子，然后到时候就交给我们好事多摩。没错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来看看到底会不会被张杰发现。然后没关系，中间这3天我就是乱讲，硬熬过就没事，反正我人安全，我觉得对他来讲就是最重要的。没错。好的，好，那就这样子，车车，4天后见哦，拜拜。到家了，然后我现在要自己面对。老公啊！老婆，欢迎回来。老公，对不起。那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真的没事吼？我没事。怎么在拍我？对不起，我跟你。没事，应该没事吧？听你的口气，听起来好像还好。刚刚看你传给我的，应该是擦到吧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撞到的？怎么会撞到安全岛？安全岛是侧撞是吗？安全岛，对，安全岛。我先去洗澡弄一弄。你先洗澡。我没有洗澡。你已经洗过了，好吧？好，赶紧洗吧。好，我。
们下计程车了。大家早安。早安，好。我们要去牵我们的车子了。对，很安全，他那个都帮我处理好了。你有看到我传给你的图吗？有，我看到，我抱着那个。到了。真的假的？你帮我换车是不是？对，我帮你换车了。换特斯拉了？真的假的？不要惊吓哎。没有，在里面，往里面走。看到了吗？对。其实我本来就依稀觉得我车子应该是没事，因为你传给我那照片，我觉得那怎么看都不像我们的车子。但我没想到是被贴膜。你不觉得？而且我没想到竟然是被贴成一个。绿色很帅啊，因为芝芝之前有跟我讲过，他很想要就是包膜。我刚刚看到的时候，我想说也太帅，这样整个变超霸气的，我觉得很好看呢。他真的蛮好看的，超帅的啦。计划多久啦？计划蛮久的，其实我们好像从应该是十一月份就要预约，因为他们很夯啊。是不是很帅呢？很帅哎、欸！你喜欢吗？我好喜欢哦，我很喜欢绿色。欸、尤其我说真的，我真的蛮喜欢消光绿的。对，很喜欢，超爱的。等一下让你开好了。没关系，先让你去帅一波。好好，等下老公看，等下老公看。对啊。对，我有些问题想要问一下卤蛋。嘿，请说，请说。就是像我们这样包这样子的膜啊，这样大概是多少钱？牌子的话一定会有落差，就是像有一些是材质不一样，就会导致价格不同。像改色膜通常从50,000啊到可能80,000都有，然后包的细节程度也都会有差。哦，一分钱一分货。哎，对，可以这么说。是这样。我们这个是50,000到80,000，这可以撑多久啊？啊，基本上如果是室内车的话，2年3年都没有问题。还是会建议就是可以每年来找我们聊聊天，然后帮你看一下磨料的状况这样。OK， 我们没有问题。还有这个，如果改色，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些，就是监理所要改色。对，我刚刚有说， okay. 我再找时间去。嗯，谢谢老伯，谢谢老伯给我的惊喜。Yeah! 那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这集的话，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有任何想要贴膜的一些需求的话，别忘了要找好事多膜。对，可以找卤蛋。对，但是他们很难约，要是有兴趣的话，一定要赶快约。赶快约啊！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车怎么变成颜色啊？带他来包膜了。我的天哪！哎呦，你小心啊，不要撞到别人的车，这特斯拉，我们后推一点。可是你好像还好，你好像有。没有，我刚刚其实一开始走进来的时候，我有惊吓，因为你以为要换特斯拉？对，我刚刚特斯拉认真，这就不是什么50,000到80,000的事情了。